我是刚刚的车长的2019年2月27号，爷爷瑞芳的龙灯10:05，我拍照是2234，仅用三线开往嘉义等于7877阿法全车。有列车通过，但电筒顺利到车后面，在瑞芳站通过，转一个转，全程用完的，这都是我们来去高雄，接下来回来。